desperate drivers mowing down everything in that. 心情烦闷吗？想要开着车到处乱撞乱飙发泄情绪吗？那就来玩这款血腥驾驶 Xvision 公司最新公布的这款动作赛车游戏。血腥驾驶就是让玩家开着各种交通工具，在僵尸肆虐的广大都市中横冲直撞，而且看到僵尸也不客气，用力的给它撞下去就对了。而且游戏支援多人对战，比的是谁开车撞的僵尸最多，玩起来简单又爽快，用来发泄心中不满最适合哦。还在不爽生闷气吗？赶快付费下载这款血腥驾驶撞爽爽吧。